反正短时间内我还是希望就是说在学校，因为刚进校，然后呢肯定是先学习，然后如果说未来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的角色都想，肯定都想去尝试，没有说特定的非得指定说哪一种的角色非得去。对，那马上要就是有没有就是你做戏里的同学或者有没有给你发来什么微信恭喜啊之类的？有，哎，有，因为其实都有挺多的，因为往届就是说比我大一两届的其实都有，你像陈飞宇就是因为关系蛮好的，然后呢就他也说好好上学啊，那怎么样，说学校食堂某某地方的饭很好吃，说你到时候去打个卡，然后等他回来一起约个球啥的。